诗篇第27篇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耶和华呀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呀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，你向来是帮助我的。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。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